每天热销超过300条，中秋烤肉时更卖超过1000条的吐司，你能想象多好吃吗？从市场传统糕饼摊位、租屋小店到现在的大店面，一真香烘焙坊一路走来稳定成长，研发出上百种产品，在烘焙界开创一片天。每天出炉3次的吐司，口味多元，口感独特，软中带 Q， 无论是门市抢购或是网路订购，都是一路长红的主角。冰心爆浆蛋糕也是超人气团购商品，冷冻、冷藏与热热吃有3种不同口感。爆浆馒头不加一滴水更是不能错过，人手一包包的买呢。